请大家跪下。师尊师母到临时，我们一起问候师尊好、师母好及大家好。我们一起齐声问候师尊好、师母好、大家好。恭请圣尊升法王座。请师母上座，请各位上师上座，请法师上座，请讲师、助教、贵宾同们善信大德就坐。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，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们站起来，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。我们先从龙边开始。龙边，师尊好，师母好，大家晚上好。我是从马来西亚沙巴州，莲花蔡依如，这位是我妈妈。欢迎你们。莲花陈世清。欢迎。Hi, hi everyone. My name is Hua. I'm from Vietnam. I'm glad to be here. Welcome.师尊好，师母好，我叫薇薇，我是从加拿大温哥华来的。欢迎，请问龙边还有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请将麦克风传到虎边。虎边有自我介绍的吗？如果有的话，站起来，好，谢谢。师尊好，师母好。我是 Monica， 我来自 Calgary 的白云雷藏寺，很高兴见到师尊。欢迎白云雷藏寺的同们。还有吗？在那边后面，后面。亲爱的师尊，亲爱的师母好，我是来自现在有火山爆发的地方夏威夷。那还好我是住在欧胡岛，那佛山包括是大岛，是夏威夷岛。我谢谢师尊加持，谢谢佛菩萨加持，我还没有影响到。谢谢 Aloha， 欢迎。还有吗？那我们也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世界各地众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贵宾同们善信大德前来参加同修。